要放低一点点。抽象一点点，好，来，你视线来看这棵树这边，哈，来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好，等一下，你可以靠近，慢慢，慢慢靠近，好，眼睛看这棵树，哈，好，来，我们用那个。下面效果好的，一样有开了樱花。你用哪一个卵子？用人像啊？对，不是你，我是说后面你两花都要不？对，可以啊。为什么？我也是人像啊，为什么没办法？欢迎各位莅临我们的。我也是人像，为什么没办法？可以物啊，你上面有调啊？那怎么调？老师，我用这样子的。他可以调，你要问调哪一个来老师、啊？什么自然光 ？Apple 可以调、欸、人像的那个模式，你问老师。我的人像模式我在。老师，老师，一直公老师，对不对？我也不补。人像，那、啊、你就有用第二个摄影棚光。对。那、啊、你光线就很好，最大。好了，好，看我这边哈，你要微笑一点点哈，好，好，很好，看我这边，好。到我的后面，这一台是龙里的哦，开人像，这个把它放开一点，你这个地方，好。你手往后你看那个前面那个樱花，对对对，好，来头抬高一点点，眼睛放柔一点，好，看那个方向，你不要做明，你要戴墨镜，我没戴，好，这首先没戴，那我的镜呢？好，安妮啊，来，相对对上，头抬高一点点，好。让这边的光线射到这个龙的那个鼻梁那个方向哈，来，然后啊，再用广角的，带点旁边的树枝，你放流，哦，树枝 ，OK， 好，龙爷坐过一点。坐过来一点。对对对。好 ，OK 了。哇。哦，光线射下去。看看。然后后面希望我帮你比较好，你用人像效果拍哈。我看你。你要用蹲下来，那堆车不要拍到。哎，这景好美啊。对啊，但是。你手往后。好，头抬高，看那边，头抬高，看这边，转过去，看这个点，好，侧推哈，不要憋着嘴。
单身呢，那个一个全身。哦，对对对，安尼有准备。等一下，你好。那你的，你有拍吗？你应该都拍特写吧？我看你。对啊，我说漂亮。他在热身去拍特写。哦。半身特写，那你的？啊，像你，好难念。好，来，龙林再一张，两脚合起来，卖鬼子，没了。我不知道你要尿，为什么做啊？这样子，伸直啊，脚啊，往前伸，嘿。丢了，就差不多。好，好，现在用光脚，来，脚往后边，脚打开一点点。再打开一点点，再打开一点点，对对对 ，OK。你讲的都不清楚哎。再打开。对对对对，好来，手打开一点点，好 OK 了，好转过去，好 OK OK， 好这样子哦。好。左手伸出来，右手抓着帽圆。好可爱哦、来，左手不要，好，给了，笑开，对，拉拉那边笑开，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，可以，好，放松。真正的脚，那个广角，拍上面的景。广角，老师，我忘记了再复习一次。0.5 的是广角啊。好好好好。好头抬高一点，往上看，对，笑开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用横的哈，用横过去，对，好，怎么每次拍都眨眼，不要眨啊，三、二、一，露牙一点点，三、二、对，好，光线把它的灯扫掉，用光线把它的灯扫掉。不要做任何的表情，神韵比较重要，不要做任何的表情，然后拉伸一点，像这样的再跳过去。哦，好，来。好，拍完了，轮那个组拍了，轮人组拍。哎，不错啊，很好啊。好啊，终于知道人像病在哪。叫做招风引擎。OK OK， 好，可以，好，非常好。标准。来，在我的后面看我直接取景，两格九宫格，这两格就好了，两格就好，这个樱花出来，因为后面有蓝天的啦。好，哎哎。刚刚有蜜蜂啊。好了，好，看起来。好，露牙露牙，哎呀，好野啊 ！OK， 好，可以，好，取两格的角度，没有樱花就找樱花，就找樱花拍。恩主，嘴巴动一动，僵掉了。嘴型动一动，嘴型动一动，重新笑 ，smile， 有拍了吗？你这是用什么？我是用人像啊。好，等一下。下一个，亲爱的，你最好美的脸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我都有，你为什么弄不出来呢？他说对，来了，好了，这样就开了，笑开，恩主笑。他笑得好像，没有，是长时间。
开什么？喂喂喂喂！哎，你先到旁边。好了好了，好，那个谁，来来拿个扇子给他。对对对，好，不要用人像哦，用广角。好，像这样子去，举高一点。我不会跟你讲话，我在跟，哎，对对，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子。这个走道的弯曲感，好，再拉近一点，然后后面这些庙哈要拍到。表情哦，嘴唇微露，对对对对，头抬高一点，好 ，OK， 好，像这样子，嗯，这个弧度要拍到，还有后面那个庙宇，还有上面的那个灯笼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小拇指不要翘起来。但是我们的椅子全部都进去了，那脚掌卡掉，地板不要卡到啊，就可以避开了。那你的，要拍像这样子。避开人群，可以吗？好，来混了。龙尼，你要举高一点拍下来。举高一点拍下来，他头顶上庙你才拍到啊，你太低角度，他头顶上的庙拍不到了。你要往这边举高，这边举上去就好了。这边推上去就拍得到了。干嘛来遮个阳？后面一直有音。来，嘉宾来，难怪我看他一张。工作照。这个你刚刚叫我。帅哦。是是是，帅哦！那我就不能站太前面吗？应该是。你应该没用广角。没有。广角。哦，我刚刚是往上用。来。这张我觉得这张可以，可是底下不要照到，让镜头往上再推高一点，蓝天出来多一点，蓝天跟还好啊，胸哎，视野看不到，过去的。好了，谢谢。什么？这有特殊效果啊！有啊，好，走吧，换个角度一点，才底下那个才不会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。你脚不要翘，你脚前不要翘，合起来，双腿夹紧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。跟旁边这样。等一下，龙里。
帮我要拉一下。他胸根宽了吗？好，头抬高，往后靠，手撑着，手撑着，头抬高一点，看这边，看恩主那头上那个灯，那个超啊呀哈！我要不要伞帮你遮？你才看得到。好来，好来，准备了。哎呀，你们去看。好拿着，你太紧张了，轻轻松松拿着。是太热了，会不会太热？来拍工作照啊！轻轻松松，每年拿太僵了。对，轻轻松，对对，轻轻松松，太僵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轻轻松松拿的。小拇指头不要翘。拍直的，要夹太紧，手臂夹太紧会，对，会露出来。哎，对对，好。他那个雨伞啊，我知道他雨伞，对啊，他雨伞要往后一点呐、啊，恩主你雨伞要往后一点，对对对。要求多好嘛，看好。要不要帮？腰往后靠，靠向恩主那边。正向比较好。我要遮这个，不然太热了。不要，你放后面。好，背靠着，背靠着他，背，背。我知啦，阿爸这东西会白了啦。好来，准备。你们三位一样看我，哎。好，可以。有拍到哈、哦。恩主，你要笑容哦，笑开一点点。好，
再吃哦，很好，放松哦。好，可以。那、啊、像这样，人像。哦，像人像。对对对。好。恩主，你要笑，你不能不笑哦。哦。超不止，应该2829了。加厚，加厚。好，来，来，在这边。来。好了，不要动，好了，好了，到位了，没有人了。我们还没拍哦，加油，站住了。OK， 好。摸这个，来，等一下，拍出这个延伸感，还有这个。好，到位。一个人下去。要整身对不对？七分身。看到这里。啊，那换脚放下好了，你脚穿就放下，交叉交叉交叉可以吗？交叉可以吗？这样可以，好，来，好，看到这里，然后上面那个黄灯笼拍多一点。老师，我不要平了一点，那块就这样。好的。那个拉拉，你的影子。你要拍墙壁的延伸感。后面拉拉。可以啊。你的下巴伸出来。来，小帮手来了。等下来，我给你鼻头，压用压的，不能用擦的，用压的，对。好，等一下。听老师说的。好，后来，来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取那个树的那个树叶的延伸下来，然后后面建筑物，头抬高。因为太阳光刺到他的发丝，哈、哦，要出来，脸转过来一点点。OK， 好，再一次。你们可以用广角的效果，让他脸变亮一点。阿雷 ，OK， 好。这样不是用人像哦，不要用人像 哦。不是用人像。哎。再看一下，你再看我的、哦，用广角。我的没有，没有广角，你没有广角也是。你要往上拍上去，拍到这个这里。这个量多一点。这边的空间感，这边压比较压缩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拜拜。好。喂。你说。你真的大了，哦，很大调。他穿的衣服很搭，后面那个。来，好，你对对对，再再侧一点点过来，对，太多了太多了，回去一点。厚实。嗯。好，旁边有人要过，背躺着的。哦，这样子吧。完全侧面。完全侧面。啊。可是屁股不靠很难，真的。可以啦，怎么会不行？练一下。没有，曹大哥好幽默。这样子。对。来遮一下。你要跟我讲，转过去看，脸头不要歪了。没有办法再超越这一张，我就不想拍了。用这个超越啊。嗯。但是我回去都很懒得整理 SD 卡，所以我拍了很多都没有再整理，所以不想拍。
看的、啊。一点六倍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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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后面那个屋檐的庙宇要拍到，好，要到，这样拍很有仙气，对啊，不要动哦。再一张就好了。恩主，再拍一张，你就休息几秒，再来。再来拍一次。后置做一些下旋。好，来往上那个。好，我的还是很慢。在这里。对啊，我是比较，你真的是比较会取景。哦。你要这样讲。对对对，这边最好，因为他的那个。最值得那么多，啊，因为你相机的关，因为相机会有感觉是这样，啊，你可以把它截图那些东西。来，龙梨来这里，不要这样子。超搞笑啊！想皇上就对了，没有开玩笑，人归心爱的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哦，人像。很短，还冰要照常一张，有毛都掉。毛没有多，这样拍起来龙江鬼啊。没有上去了。上去了，上去了。你们都没有听到声音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么快吗？不要以为。现在应该讲讲。是，好，是。对，牙修正。你讲狼修正？屁股那边比较看到。哦。来，一个悠一下的。他今天抓感觉，老师他进步了。有。可以吗？感觉出来，像这样子。老师这样。啊，等一下哦，弟妹妹，等一下哦，哈，等一下下哦，等一下下哦。没事，来，你先。好，你先。OK。妹妹，再等我一下哈。哇，那你要调好。没有，就是站在那个一样，是我们变成这样。来，你帮我看一下。你回去刚刚那个。一样这里对不对？对。你人都没拍到。你人都拍比较大。好，来，等一下哦。看嘛。我来给他按拍照。啊，你都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大景是好看的。来，这边，来这边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这样加点亮，它就这样。我要点亮一点后面，那好，那你再回去重拍一次，懂是吗？再回去拍一次，懂哈？懂，懂我意思吗？按住就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我刚刚就这样子啊，我刚刚就这样子，我就好了。就这样而已啊，不用，不用内光就不用那个，不是就这样而已啊。在旁边过来，让旁边人过，你们先过来，你们先过，谢谢你们，对，谢谢。膝盖，龙力夹脚，眼睛看膝盖，这样，下巴推出去才不会松下巴。
小痕迹了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到我后面，眼睛看第一，龙离看我的这边。啊？我不是跟你讲话，你往下看膝盖就好。肚子、膝盖的轮廓线要拍出来，不然拍你侧面是不是？要问他，因为刚前面是不是拍的？我前面没听到。这个三两要拍到出来，你可以吗？你是谁？啊？柱子不要在头的后面，闪、嗯、掉。嗯。来。像这样。没关系，那我再拍一次。还可以吗？可以可以耶， yeah， 过了。好强哦，你这边。耶、yeah， ，过了。一堂课就让你强起来。你现在光线这么好。我还叫姐姐说肚子，她已经够瘦了，因为她很瘦。Man's woman's talk。要、嗯、拍不要脸，不要拍脸，不要拍脸。哇。啊！给她信心的，真的。就而已。三角点，看那边镜子。相信他，他有他的道理。笑开，所以。他一直看不过去，想去拨。拨拨他这一块嘛。嘴型没有放开。嘴型不对，这样是不错，但是嘴型不对。这个把它拍开，后面三要拍开。小心哦，小心。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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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小心。有人要上来了，小心！麻烦你。哦，你看这个景漂亮，它背后的景。厉害哦！好，它越来越厉害。听懂了，听懂了。那是对。我刚没听到啊。睡着，睡着，睡着。你看，趁有夕阳，赶快。好好好，快好好好。有夕阳。好，赶快换人。阿妹，阿妹，阿九说。那个要剪影。停。刚刚我。怎么样？谢谢谢谢。等一下。来一个。你就说小虎去。谁谁谁？对。用拍照就可以了。对。好，趁没有人，赶快照。哦，有。真没有人，赶快照！真没有人。好，头抬高一点点，哇，漂亮！好，没有人了，赶快照！老师卡住了，没有，老师就是脸胖。